双十一代表有两个土字，强调有机农业中土壤的重要，包含维护土地及生态环境。台湾有机产业促进协会与农政单位商定每年的11月11号为全国有机日。目前台湾有机产业促进协会和国立屏科大农园生产系有机农业研究室在花莲铁道文化园区二馆举办112年度全国有机日庆祝活动，期盼让更多民众了解有机农业和产品的可贵。有健康土壤才有健康植物，台湾有机产业促进协会与农政单位商定每年11月11日为全国有机日，让双十一不再只是光棍节。在农业部农粮署经费补助下，日前在花莲铁道文化园区二馆和花莲好市集以及国立屏科大农园生产系有机农业研究室办理12年度全国有机日庆祝活动，同时颁发有机产业杰出成就与贡献奖和论坛活动，宣导有机农业的重要。为了我们台湾，为了有机农业国早日达成了，在这里要去表扬一些有功的人，来请一些专家来做一些跟我们做一些引导的哈，做一些引导，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哈。其实我们今天这样的有机日，本来应该是在11月11号办的哈，就一就是一个土字，那就代表对于我们土地的一个尊重。那11月1号也是我们这个台湾有机农业研究中心的一个开幕活动哈，所以我觉得这象征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那我想，土地是我们最友善、需要最照顾的一个地方哦，因为它才能够确保我们最后的永续生产。那有机农法其实就是最呼应这样子，然后让我们可以再从生产到不只是生产供应最安全的一个蔬果给大家食用，农作物给大家食用。那另外其实同时它也顾及到了整个农业生态，甚至我们对于环境的一个友善。驻美代表前花莲县立委萧美琴2015年在立法院提案要求成立的有机农业研究中心，一日在花莲寿丰乡正式揭牌启用。有机日庆祝活动在全国16个有机农夫市集同步办理有机产品促销和有机农业宣导，透过各项活动如有机食材的品尝等方式，也举办东部有机农业的永续发展论坛，期盼让更多人了解有机农业及有机农产品的可贵，进而支持有机产品。记者蒋邦彦，花莲市报道。